小学高年级阅读成绩仅和它有关。小学高年级生以哪一种方式进行文章阅读能力测验，得到的分数会比较高 ？B， 因为我学印刷的，我还是觉得纸本的比较好。我儿子看一些电影，他全部是用速读的，那1.5倍的，在这个班就千万不能做，你这样子去接触一个感受，我觉得不妥。儿子，我希望你有看到这一集。今晚9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